相信《巴啦啦小魔仙》这部电视剧很多人都非常喜欢，也记忆犹新，曾经备受青少年儿童的青睐，尤其是女孩子总是幻想着自己可以变身成为一个小魔仙，有各种各样的魔法。在《巴啦啦小魔仙》的演员中，大家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呢？有王慧、孙振、黄安怡、刘美涵、廖景轩、周娇、袁奇峰、梁静贤等等。不过时隔多年，这些小演员大多都渐渐在娱乐圈中消失了，其中最红的一个要数刘美涵了，就是剧中小黑魔仙严莉莉的扮演者。除了刘美涵之外，还有一位演员最近越来越红了，他在《巴啦啦小魔仙》中仅仅是一个小配角，叫方珍妮，是严莉莉的好朋友。先说说刘美涵吧，1991年出生于广东省深圳市，中国内地也是女演员、流行乐歌手，曾参加湖南卫视《快乐女声》比赛，打入全国15强。除了《巴啦啦小魔仙》之外，她还出演了很多电视剧，比如《童话1/2》《开心魔法》《世界上的另一个我》《青春万万岁》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《15年等待候鸟》《天泪传奇之凤凰无双》等等。刘美涵从小学校声乐、舞蹈和钢琴，长相甜美，身材娇小，拥有着邻家女孩的形象。同样出演过《巴啦啦小魔仙》的演员中，目前最有望超越刘美涵的非梁静贤莫属。梁静贤1996年出生，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。95后的她气质柔美恬静，相比于刘美涵，梁静贤更加的年轻，拥有更多的机会。梁静贤两度与李易峰合作，第一次是在古装剧《青云志》中扮演李易峰的师妹艳红，第二次是和李易峰 CP 的一部剧，在网络剧《我是你的蝶蝶风》中扮演宅女小树。2018年是梁静贤爆发的一年，一次性给大家带来了4部新剧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第一部电视剧是《闺中美人》，在这些剧中只有该剧已经上映了，梁静贤在剧中饰演朝廷女官全真颖。第二部电视剧是《秋蝉》，梁静贤也在主演行列，但是戏份不会很多，在剧中扮演美艳绝伦、擅长易容术的少丽军官薛婷。第三部电视剧是《老男孩》，梁静贤扮演林小欧同事的女儿王珊，她是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孩，但是爱上了林小欧的男朋友。第四部电视剧是《绝代双骄》，在剧中扮演的是铁心兰，陈德荣和范冰冰都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。铁心兰是双骄江小鱼和花无缺最难忘怀的女人，这部剧备受期待，是梁静贤最有希望再次走红的电视剧，也最有望超越刘美涵。刘美涵和梁静贤，你更喜欢谁呢？